在去年经过这个评审，经过专业的核定，那最重要是因为我们门牌已经23年哈，都已经要更换，尤其对儿子消失的时候，那很多的门牌已经脱落、老旧或是不堪，所以在去年在我们要上任之前就已经包括施作了。那整个过程也经过很多专家的一个评核，那当然在很多的颜色的辨识上，我们会更加的精进。那做出来美感萤火，因为每一个门牌里面都有各期的特色，那到底是美感萤火，每一个人要见仁见智的看完不必记一样。我们会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，我们会把这个门牌做得更好。那目前我们这个门牌的色系，虽然大家还有一些想法，我们会做适度的了解。那我相信大家都是一番好意，来给新北市来做建议，我们都会再进一步细心的接触。